联盟全垒打王头衔保卫战，大谷翔平显然想证明自己打击手感没熄火。Ohtani, deep and high and gone. Oh, 42 is a bomb to right. Wow, where did that go?一捞这一记阳春炮轰炸右外野，对上刚被交易出去的前队友悉尼，大谷是没再客气，咬中悉尼这颗曲球，直接打出墙外。Wow, number 42。这棒也帮助天使队以6-5取得一分领先。不过这一场和洋基的比赛可说是一场打击战。Mayfield left field.局下天使队梅菲尔德先上野一支满贯全垒打，清空垒上所有跑者，一口气灌进四分。五局上杨基回进一支中间方向声远安打，又把比分追平。大谷翔平敲出领先分后，天使靠着二垒安打，六局下再下一城，杨基队不甘挨打，史坦顿七局上敲回了两分全垒打，再度追平。天使队最后靠着拉贾雷斯在八局下打出三垒方向安打，虽然他登上二垒失败，但还是成功送回队友。最后洋基打者被三振，天使才抢下这一胜。Angels win it。目前为止，大谷翔平是以42轰高居联盟第一，多伦多蓝鸟的小葛雷诺和堪萨斯皇家的裴瑞兹以38支居第二、第三名。但是联盟全垒打前三名，居然是投手大谷翔平和捕手裴瑞兹，也是令球迷意想不到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，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